大家好，大家好，我系 Selsa，欢迎嚟到我嘅频道。今日要介绍嘅歌就系同丽2022年出版嘅歌，叫《一人有一个梦想》。咁《一人有一个梦想》呢首歌原唱就香港女歌手黎瑞恩唱嘅，由向雪华作词，卢东尼作曲。咁啊，收录喺1993年佢发行嘅专辑入边，叫做《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入边嘅。咁黎瑞恩咧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呢只歌嘅，因為佢覺得歌詞入邊有啲一二三呢字咧比較幼稚，咁佢亦都想改咗佢以往一直可愛嗰個形象啊，咁希望可以唱一啲成熟嘅歌，咁但係佢認為呢首歌唔成熟啦。不過監製就認為呢首歌好適合佢唱，就決定都係俾阿黎瑞恩唱。咁結果當然大家知道呢首歌就令黎瑞恩成為佢嘅而家都仲記得嘅一首歌啦。咁好啦，我哋接下嚟可以欣賞同麗嘅演出啦。
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